小白，看，拢只吞了就对了。小白，看一下他们休息的样子。黑嘴，黑嘴，因为比较胆小，连狗都怕啊。他通常不会来啊，要不然就来待半就消失了。他今天竟然跟我到这边。这是仔仔家族的成员，还有两三只啊。啊，这几只是跟我比较熟，他们都跟我出来玩。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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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理我。然后是训练流浪狗的人。我让他们社会化，这样他们才不会去攻击别的人，还是咬别的狗之类的。他们都不用绑，他们很有纪律，不用担心。就算乱走，他们还是走的，舒服呢哦，送得掉。会特写一个，小白，小白，看这里啊，哎，小白，不理我，他就不拍了，仔仔，如果你们来山区爬山，尽量不要穿黑色的，因为黑色的就慢慢的去掉，你看，看那鼻子头上面都纹身啊。看他看到的，他就赶快就离开。黑嘴，过去。好了，没得，快没等一下。